信，找不到像我这么好的男人了吧？你是大龄剩女，没人要。就算没人要，我也不会喜欢你。太慢了，我来开。不谈感情，你拿猫砸伤我，还砸晕了我朋友，还把我的哈士奇吓得生活不能自理，你是不是应该赔钱呢？戴总，就算感到你晚上是猫能怎么办呢？而且也会让牙牙怀疑。难道你既然赔不起钱，就做回我女朋友吧。放开我，乖乖的青龙上花，你都没人要了，我楼上还看得上是你的福气。放开他。在相亲，很顺利吗？放假竟然被父母安排了相亲。五分钟内给我备好私人飞机。好了，树也摘下来了。喂，你加班到现在呢？女孩子一个人回家不安全，我一会儿来接你哦。不好意思。喂，呀，你又发烧了？别急，多喝热水，我一会儿给你买药呀。你别误会，他们都是我妹妹，我只是比较热心。我不需要中央空调，谢谢。能开快一点吗？快不了，安全第一，让你把猫带进驾驶舱已经是网开一面了。再不快点，杨秘书相亲就结束了。我是白总的机长，不是杨秘书的，他算老几？这人是来相亲的吗？说吧，这次的任务是什么？你走错片场了吧。我啊，白总，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哦。我月薪4000，收入最高，但尚未购房。我可以接受你婚后再买房，但要写上我父母的名字。相信你也不是斤斤计较的女孩。请你圆润的离开。你想着放假陪爸妈旅游，没想到被安排了相亲。把他送去旅游，我总算不用当宠物猫了。机智如我。哟，丫丫在相亲呢。我妈拉扯我30年不容易，咱俩的工资卡得交给她。你必须生个儿子，我是独苗，断了香火可不行。您家有皇位要继承吗？哼，他相亲关我什么事？那你为什么安排无人机跟着他？只是集团测试无人机，碰巧飞到他那儿罢了。我在外企工作多年，刚买了房子，不大但也够用，现在就想有个安稳的家。看起来人挺好的。你头上落了个树叶。牙秘书的相亲很顺利吗？第一次见面就这么亲密，肯定是一见钟情的男人。给我备好私人飞机。你这个形态要去哪？你别管。妈，放假我回家哦。太好了，我正愁和你爸去旅游，没人看家呢。那算了，11堵车那么厉害，还出门玩，那都是穷人干的事儿。我男朋友呀，就住在市中心，他说带我到附近的大商场满足7天。11会堵车？喵喵喵喵。那个，好吧。我中奖了，什么什么完全会卡，卡上还刻了我的名字，可免费试用机场高铁 VIP 贵宾厅，一折起预定5星级酒店，还有私人管家安排定制旅行，这也太棒了吧。急死了，把他送去旅游，我总算不用当宠物猫了。哟，丫丫在相亲呢。我是一个每晚8点会变成猫的总裁，被下属当成流浪猫捡了回家。我之所以没有一走了之，只是怕他丢了这么可爱的猫会伤心。小白，看我给你买了什么好东西。幼稚，快来玩吧。我堂堂总裁怎么可能玩这么幼稚的东西。等等，我在干嘛？小白，你怎么不玩了？不玩，正抱我的猫呢。我还给你买了些猫粮哦。我在家吃的都是大厨做的私房菜，怎么可能吃这种猫粮？这么喜欢呀？我又在干嘛？还有激光笔哦。够了。昨晚玩过头了，这可恶的猫醒，不会再有下次了。由此可见，集团盈利良好。我放不下，我真的放不下你啊！你为什么还要逼我放下？丫丫，你说单身有什么不好的？白总，这……爱情的痛苦往往不是单身，而是起初的甜蜜，最终成了永不相见。就像窗外的男人，到头来发现执着的只是自己一个人罢了。出租车规定只能放4个乘客，我都说几遍了，你非要放5个，需要坐后备箱吗？玫瑰花瓣一天一天飘落在眼前。